首先，请确定所需的管件长度。此时，请注意，要考虑最小尺寸，以确定管件长。相关内容，请参考装配说明书或预装配设备的相应使用说明书。呈直角锯开管件，注意，这时不要使用切管器或切割机。然后，轻轻地对管件进行内外去毛刺。允许正负一度的角度公差，请注意，如果对管件进行斜锯或错误去毛刺，则会降低连接件的使用寿命和密封性。对于薄壁钢管，或由非铁金属制成的软性管使用枕套。现在，请清洁管件，管件末端内外不允许有损伤，必须没有碎屑、脏污、锈或其他污染。清洁管件时，请使用面向相应用途的适用解决方案。